箱子呀，箱子。箱子，哎，那加加加加几个？来，上面啊，谢谢。来，您讲，那个刚好被点出来了，我月亮虾饼，我别忘了。来，刚好咱们吃月亮虾饼。然后咱们吃月亮虾饼无，三百二啊个拢变咯，来两百了，两百块。那一包内底有两袋哦，两包、三包、四包，来两百块了。来两百块，咱们吃月亮虾饼无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一百个，咱们试一下，一百块了，试试看看。你给多？开始来。来，谢谢。一百个，咱们试一下，你给多？来，谢谢。小姐。来，一百个，咱们试一下，我一百块。一百块拢有啊，吼。谢谢。来，来，阿明靠掉哦。来，鸡块给一包哇，鸡块给一包。谢谢。干杯啊，先，你给干杯哦。来，谢谢。来，你要吃鸡块，人给四百了啊，来四百块的，四百块了啊。来，等下要酥脆气球啊，酥脆气球。来，干杯，有人要吃无？干杯要吃，免了你该三千块，两千，一千了啊，一千块。这一包六百，两包千二，一千了啊，三百给你好不？四百给你好不？来五包，一千块了，一千块。来，一千块，人要吃干贝无？箱子甲摕一个塑胶纸条，迄种个物件摕起来了，迄家生活是可以买足侪。来，你毋捌买过四百块，有人要试食无？四百块，四百块，有人要试食，我卖四百块了。来，这个我先卖，我这个美女啊。来，馍有人要食无？一千块了啊！这一尾一千啊，两尾一千啊，三尾给你啦，四尾给你啦，来五尾给你，最后这两尾四百，有人要食馒头？这拢无饲哦，馍够有人要食无？四百块没有了。来，谢谢，我感谢你，谢谢。来，来，几千个。这里，这里。来，对对对。然后，咱们吃酥脆鸡球哦。这酥脆鸡球只要十二粒，这个我只要一包三五，两包七百，唔免让你开七百，先开钱先呀，六百了啊。来，七百个送你六百，七百块你啊，来六百块了啊。来，你讲人唔好买过，要试吃三百，有咱们试吃看卖无？三百块试试看看，三百块了，拢有啊吼。来，谢谢，来，来感谢你啊，你。我叫美女，那个什么？来了，台式盐酥鸡，台式盐酥鸡，来台式盐酥鸡，我搁发一盖都无啊，唔免五包，唔免四包，两包了啊，没有了，两百块，那无啊，谢谢，来啊，我倒这些，不用袋子，不用袋子了，谢谢，最后一个一包，咱要吃无？没有了，对啊，那无啊，这家生活咱要先动的无？啊，你这家生活你先哦，没有啊，谢谢，当量啊，好。好鱼的，来这里侬一定爱买啊！这里抢抢上个啊！我来讲真正太济人在老二路啊，我无来骗的，虾仁如意酥啊！这里真正爱买看嘛，真正有够香！这大家人在买，大家好路，这一包至少拢到四五百块，这无来好俗讲啊！这餐厅价吼，来我来讲，这一包唔免让你开五百，开四百，你先加钱先啊！你四零我一袋，两百块了，一包够上面，两百块遐五斤的哦啊！到遐五斤哦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这你真正要买，我卖到变变叫人家乌鲁干的，两百了。来，来两百块，够人要食虾仁如意酥无？两百块，拢有啊吼。你够人唔捌买过，你后边搁一个啊，还是你翻找八百的？卖你。好，我紧钓了钓了，还是你要找八百的？来两百块买啊，无两百块，八百就为钱啊，你想啊？两百拢有啊，够人食袂了，要买一百试食看卖无？一百块，感谢你哦。一百敢够要试食？拢有啊啦吼，也是我收钱，谢谢。来，来，我先去一个台哦。来，来要食套餐个无？来要食套餐大尾个哦，来先摕钱个先啊，一千块了，一千块，一千了，来一千块，这大尾啊，家己看。我来讲啊，这菜市啊，你去问看卖啊，有够贵的啦！一尾卖讲一千啊，两尾一千啊，三尾一千，你也买着，我退你钱啊！一尾够你啊，一千了啊！来一千块，够有人要食套餐无？一千块，一千块还有人要食吗？食好，对家己好，一千了啊！套餐，个人食袂了，你要买两尾无？开五百了啊！小家庭你食袂了，买五百块。来一个啊！来五百，够有人要食无？五百块，小家庭你若真正食袂了，你买两尾了，五百块套餐。来阿明，你甲收起来。我一下子，来，
来，这黄虾一块，我带两百块六包油，这用机器来做的。这包你另外边来吃看嘛，你唔好吃过之后吃，哦，真正无歹做啊。你当用煎的就好啊，用煎的嘛会当。啊，你讲用粉红椒，还是高蘸茶，还是讲你要用一挂迄个什么，迄个番茄酱，这一包免1800，五包你又买袂着啊，300了。来，300块，300块了啊。来，黄虾一块，人讲机器包就是这300块了，300块，300了。来一只，一块落来嘛。300块啦，咩来无？300块了啊。拢有啊吼，就是个金龙3000阿百万了，而且阿百万个，阿百万，嘿，阿百万，我这来阿百万要吃来100了，好无？100块，100块了啊，100块，三号来100，咱要吃阿百万无？100块，你要点这个红龟？好，来我来点这个，最后点100无啊？来我。最后一个100块，咱要吃无？阿爸碗。最后一个100块，来左边咩啊？你阿一个，左边，你阿这个，然后谢谢。啊，拖你行个，阮这谢谢一个，而且我来处理煞吼，感谢你的支持啊，谢谢啊。来一个，来你个咱要吃这个广式瘦肉粥无？像这两包我也卖卖好无？300几啊五百，这真正家用个就有够好吃。100，咱要100块，广式瘦肉粥，用个少尔，100了啊，100块了，100块了，谢谢。来，迄个你蛤蟆先叫我分分下无？好咧，先摸我，刷你。来蛤蟆先你分两两，蛤蟆加钱的手皮个，来你也分两两。蛤蟆加钱。伊讲要分少，你要分你干嘛？你当时要后来都没有咧。起劲。好多鸟，好野啊！哦，快些快些！有人要食鱼龙无？鱼龙够，人要食鱼蛋。我来讲哦，你若要食雪梨，今日总共就是一箱尔啦吼，因为阮仓库的问题，今日大块雪梨袂去，只剩这尔。哦，快些哈，来，伊这嘛是变出来，伊遐大块雪梨共我，毋过这细块，这剩下杯里这块只要用煎的啦吼，来，用煎的最好吃，来。我全部招5个人客啦，好无？你要吃雪梨的人客，唔免让你开1800，5个鸟，来300了啊，300块了，300块，我再搁送你哦，再搁请你咯，300了啊，最后两个300拢无啊，我今日雪梨真正拢没有了哦，吼，来300个要吃无？大黑我用破啊，要无我用破啊，歹势啦吼，我用限量，我等下先甲你破啦，因为我这一波一波来吼，来300要吃无？300块了，300块人要吃鳕鱼的无？300，来全部5个人客鸟，来包括300块了，来300。你几个？来嘛！最后两个300要吃雪梨的无？拢有啊吼！来试试。手机也是你也摕过。大哥甲倒三工者，大哥。无用，我来。谢谢。有人要吃迄个海鲜佛跳墙无？4包尔，大只一包3.5斤，这一只7.5，唔免7.5，唔免让你开5.5，200一只俗个你了，200块，200块了啊，200块。来200了。这样。好了，等一下我拿箱子给你。谢谢。阿炳姐姐行吗？阿炳姐姐行了。来个，你们下个人要吃小龙汤包。没事，这里好哩。小龙汤包，人要吃不？啊，我来小龙汤包可以。我叫你先这里吃，无你赶个，你先来。来小龙汤包要吃，我未是想要。我刚刚卖一箱了哦，真正无啊，我无来骗你哦。你若要吃钱起啊，过年哦，唔免让你开500，开400，这一包内底有50粒，先加钱的先啊，内底规拢通吃，150了啊，150了啊，一个两包，一个要两包哦，来，你先收好，好不乱。来，一个哦，六个够两包。两包了。来，三、四、来五、来六。来提钱的手表，就是拿钱的举手。来，这一包一千来哦。这包的，这个两包，来，100拢有啊，我是最后3包。谢谢，感谢你。啊，你也要吃啥？哎呀，可以啊，哎，阿明，你讲要啥？你甲搬过来，你甲搬。那个美女，来个拜。这就要杀过，吼。哎，你也要搬，拢要我讲一声，我会叫人过来。好。来，这无啊，这家生活人要先动的无？来龙拜，谢谢。来，
来一千啦。来一个来，买个什么？牛三宝啊。牛三宝啊，好，牛三宝啊。欸，你敢有人要吃冰哦？杜老爷冰淇淋有人要吃无？你个小坏话是干？杜老爷冰淇淋。好吃。来，杜老爷冰淇淋，没吃麻糍冰哦，香草来百五啊，好无？一百五。阿明，哎啊，好听些，百五了啊。来一百五了啊。来，谢谢。这是个麻糍的杜老爷，两粒给你啦，三粒给你，四粒给你啦，五粒给你啦，六粒给你啦，七粒给你啦，八粒给你啦，九粒给你啦，十粒吧，百五了。来一粒百五，两粒百五，三粒五粒，四粒五粒，来五粒五粒，六粒五粒，七粒五粒，八粒五粒，九粒五粒，来十粒，来百五好了。来一粒百五，两粒百五，三粒百五，四粒百五，五粒六粒，七粒，八粒五粒，来九粒五粒，来十粒百五了。来一百五，够要吃无？百五好无啊？来一百五了，阿成哥。来，我来对吼。四粒，你先收钱哦，我来收钱，来到十，来百五。爆了！最后一个霸王，拜托你。好，我那是来这职业的健康。那是沙发呀，沙发你先坐。来，上面讲牛三宝诶，这虾毛这等下加五百 CC 的酒用，好、哦。来听我介绍啊，这真正无俗的啊。来，这内底有牛肉、牛筋、甲牛肚，吼、哦，这个加五百 CC 的酒，真正煮起来五百起条，无解好笑。这两包卖讲一千块，我招两个人客。你若爱食遐，卖食牛的，我来讲啊，这变成我保证你好的，招四个人客啊，招五个人客啊，招六个人客啊。这两个总计我免让你开，一千开八百，五百块两个你就买袂着啊啦，三百了，来三百块了，来。